中呢一个仪器叫做下投式探空仪，它的原理和利用探空气球来做高空气象观察很类似。不同的是，我们是用飞机将它们首先带上天，然后在高空度放落嚟。探空仪自己有一个降落伞，可以降低它下跌的速度，令到量度到的资料更加充足。下投式探空仪外置有一套气象探测器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，可以一路跌一路记录低周围的气压、气温、高度、湿度、风向、风速，同时间利用它自己的无线电发射装置，将这些数据即时传回给飞机。香港天文台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合作，当有热带气旋进入南海并有机会影响香港的时候，飞行服务队的飞机就会出动，飞到去热带气旋的中心和附近位置，投放这些的探空仪来捕捉热带气旋的资料。收集到的是大气层中不同高度的资料，可以补充海面气象观察的不足，对于分析热带气旋的强度和三维结构都有帮助。将这些数据用在电脑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中，还有机会改善对台风的预报能力。